想翻窗下来吗？下来了，哇，反打了！这个僵尸他在空中开枪，居然把露露击倒，并且补了。队友呢？哇，这个协同真的炸裂啊！这个协同，就是他只要落地，他就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僵尸，但是他在空中。先面向包括 XCG 对吧？他们都是在出生口，嗯，一发栓狙，小海一发栓狙，隔这么远我都听到，因为打的是他的队友，打的是六幺，可以救啊，嗯，你比如说幺幺二这个方向，幺九啊，因为是单点的关系，一直在点没点没点动，这已经算是幺幺二反打了，是的，说实话，因为他开车过来，其实对方有很多主动权，迪迪西就这样被灭掉了。想扔投注，最后还是把这个分给补掉了。是高鑫临死之前一颗雷。是的，扣的是不是当时点在踩进去，脚下那尾楼是没人的。嗯。哦，幺二被速九是抽倒了，不过问题不是很大，还能救。还是过了呀。是的，他这个过点没有掉任何一个人。有点乱，有点乱。关门。打了个提前枪，龙头拳。再推门，有江线连续穿凿，加上远点悟空的出枪，哇！天路这一波被完全顶在了外面。Four AM 在这一波防破了，嗯，远点都能抽到，悟空在北边的枪线太密集了。龙宗拳这个就在永远旁边，能救啊，在永远旁边，是的。是的，估计可能当时一下子太 F2I 这一波是可有可能是要走山脚下那个悬崖边边。是的，过点明明先打下来一个车辆，血量已经不是很多了，收了一波过路费，他想去天霸这个坑，但是坑内有人，瞬间秒杀，打一个补掉七五，这里前后都在打。是的，人和车一起翻倒在这里。是的，啊，就是这个山脚下，悟空也贴了过来。老菊的血量并不是很多，但是有个掩体，一滴血，这不好认雷哦。嗯，但是伯良是吃了火的。哇，这有了一个雷，没问题。FTY 是满编拿下，没错。而且还有盒子可以去补充一下。现在兄弟们不得不打了，过点埋掉一个，而且。烟，这个视野烟导致拍了没有办法补枪，但是黄一鸣的手雷是将柠檬炸倒。柠檬是原点吧？嗯，是原点。是的，是的。小左救不了了，蓝军正在收缩，但是 AD 滑下去了。这里小鹿还抽掉一个。嗯。三个人是想进攻的，但是手雷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。我觉得他们的雷是不是有点散？因为他每一波都有一个打药的时间。没有扔集火雷嘛？对。其实因为是被迫，你看不到啊。这镜头一转，石溪怎么被 CDG 抽成这个样子？哦，过点的时候，位置因为面包房，你看木子里在二楼的位置疯狂的加枪。连 KRG 都过来瓜分分数了 ，CDG 要气死，已经被 K 掉两个头了。是。好，天霸也来冲 XCG。这么一逼炸，没问题。哎，你跟着场上就感染了是吧？是因为天霸的声音会比较响一点。是的。然后这边 Free Dream Boy 是一个手雷反，他有雷，他有雷，他用雷把血量一压，然后人只能往下走的话，那他就想顶了。是的，那这么反些雷不好扔。哇，楠楠，楠楠关键的一颗雷，一瞬间啊，这就是 New Happy。这。New Happy 这波有点以量取胜，这么多颗雷就靠着最后危险的一两颗，对，不然真的要出大事了。然后 4M 也是解决掉了 KRG， 现在是要进圈，没错。两支130分的队伍在反坡这个坑，天霸要吃雷，但这个雷的效果不是很好啊。过点泡泡先用枪解决一个，他是雷加枪，就是伤害互补这样来打。是的，他并不追求就是一定要雷倒。但其实这个坑就是泡泡跟王骚骚两个人在解决，对，因为后点两个兄弟在面包房是在架住的 4AM， 那 CT 在这个房区真的拿到很多这种爽收的分数。 有两个烤鱼的死法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，已经见怪不怪了，就是，对，就是用火，想过来偷人，但是对方开车已经出去了，没车了，后面出去怎么办？永远被蓝圈电倒，队友都不在身边，救不了了。这就是刚才 CTE 打十七的角度，是的，偷了一个，能不能把分补了？对，主要 TMA 人不够多， TMA 如果也是满编的话，其实这个时候 CTE 真的就难搞了。没错，而且现在北边的话 4M 在顶上要进攻 FTY， 龙四哥已经被补掉了，
这个半坡的位置。嗯，而且这时候的话，其实南部有一些枪线是受到 TMA 的那个吸引，所以他没有完全去看左上角的一个对抗。阿伟这颗雷，哇！但是龙宗权这边打的老绝，这个分数被 K 了，问题不是很大。想扔雷吗？这个近距离贴脸扔投掷有点尴尬吧。CT 剑又再倒两人，但是 TMA 现在只有最后的 Crit 幺幺二。原点有枪线，崔七幺直接扼杀住了幺幺二。是的，但是我觉得天霸还是把这个整个左下角的局面掌控住了。没错，他成了最后赢家。最后阿伟一颗手雷是把 Monster 打掉，背回来。看到一个小马，哎呀，这背身三没雷了，不行，顶上小鹿没顶住。小鹿这里，我因为你可以看 GFY 的人，其实他主要在看小鹿啊，主要在看小鹿。这我只能说，这阿伟稍微的没有把握住机会吧。是的，是的，像他这个位置有机会打两个，有机会打两个。但是 GFY 这么多人，对，讲道理，你想推？确定了，前面的雷吗？标点，标点，标点，蓝标，打一枪，打两枪，标点蓝标，蓝标，冲！打死，死死死！四打四打一打一吗？有个独狼，那应该还有个独狼，或者四打四打二。经典清完了吗？那有可能经典没了，有可能继续。他们要打起来了，往前，你们往前，我们往前，那往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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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走走。四打四，四打四，四打四，天刀剧了吗？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来来来来，左下我没在啊，兄弟们，天刀剧我俩在，我俩在，天刀剧。左下看到我了，我今天我在，我今我打药，我打药，我看他，我看他。哎，我右上有个人兄弟。哦，这里拉一个，绿线两个。我进了一个，我进了一个。刚才打了个头，我这树，我这树有压死，你把他杀了。还有一个，那就我能给你降，我能给你降。丢上两个，两个。有滴血了。打了一下谁呢？标点打了一下，你站起。过去给他打。我两个三个，我两个三个。你把走。就是个诱饵啊！我说九幺幺就是个诱饵啊！九幺幺内侧他只要不倒就行了，你这样北边永远是多打少 GFY。基本上你他是三一的，对，他是三一的，只要底坡那个一扛住压力就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了。是的，明明绕了个位置，他换了个位置才有机会去打一下阿童木的侧身。而且圈是给到北边，这个击倒其实我觉得对于 GFY 的影响来拉，但近点人超多哎，阿童木加我九幺幺两个人。高打低。是的，你这波其实真的但是我跟你说赢面也不太大，就是想要去寻求一点突破的机会。最后等蓝圈靠过来，哎，对掉一个，了二倒。对面是吕布啊，不能掉以轻心啊。主要是 GFY 很稳，他不会出去的。